告诉张团长，他们只要能守到今天17点钟，整个战役的胜利就抓在手里了。军长放心吧，我相信张振华一定能够顶得住。有你施政委亲自坐镇，我有什么不放心的？不过张振华的处境就更困难了。我明白。老朴，这次咱们又飙到一块儿了，我先走一步，前面等你。老王，放心，我一定按时到达。好。王政委，等打完这一仗，军政治部还等你走马上任呢。打完仗再说吧，战斗一结束我就来报道。再见。再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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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一个炸弹坑。老伯姐，去稻头山有别的路吗？没有啊。帮助田，走。哦，来呀，亚邦兄，哎，来，抬回去，抬，来，好，来来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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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来，你抬这边，来这边，过来，抬这边，到这边。阿伯金，哦，这能行吗？行啊，走，谢谢大家，可要小心呐。好，注意喽。来，来，注意啊。汉娜族，嘿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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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别了。你抬不动，抬不动，给两个地方。哟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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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嗨，真倒霉，糟糕！王成，这次大战斗咱们算是赶不上了。甭你说，等咱们到了前线呢，黄瓜菜都凉了。咱们帮帮手，田，田来呀，来，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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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谢谢，格马斯米达，谢谢，不用谢。哦哦，谢谢谢谢，阿波吉，谢谢谢谢，不用谢，不用谢，格马斯米达，不用谢，不用谢，谢谢，谢谢，不用谢，同志，谢谢你了，小鬼，谢谢你。哦，没有什么，小鬼，再见吧。再见。那个女孩子是哪个单位的？不知道。走吧。帮着老乡隐蔽啊！好，快走！大娘，赶快隐蔽！爷，고맙습니다，고맙습니다。爷爷，爷爷，爷爷，不要怕，金大爷啊，小英子，别怕，把这
到这边来，这边来。哎，对，好好好，好好，就在这隐蔽吧，别乱跑啊！同志，谢谢你，谢谢，不谢不谢。哎，同志，同志，你贵姓？哎，不要乱跑，赶快隐蔽啊！赶快，同志，你也快隐蔽吧。啊，好好。哎，同志，快点隐蔽啊！阿芳，阿芳。哎呀，怎么了？炮弹皮蹭了一下。我看看。都好了呀。不，我是回前方去。你快走。你负伤为什么不写信告诉我？这么点小事还告诉你？我还怕你通风报信呢。怪不得爸爸来时埋怨你呢。给你来的？嗯，那当然了。那给我看看。给你。没事。可真神气！哎，工厂党委还要爸爸退休呢。他干呢。你看看这个，真有意思，还特意给咱们抄了一份。我儿抗美称英豪，外女援朝志更高，五岁年迈力未衰，为党为民不服老。好，好。这回啊，爸爸可没有服从组织啊，放到我这儿吧。我再看看。后悔了？给。嗯。还是你保管吧。我走了。你在前方接爸爸信不容易，丢了可不依你，这可是爸爸。我懂的。反击的情况怎么样？什么？无名高地夺回来了？好，坚决守住，就是剩下一个人要顶住。嗯，还有多少人？啊？好吧。副团长，哟，增援部队准备好了吗？正在集合待命，准备投入战斗。好吧。弹药怎么还没有送上去啊？什么？敌人的炮火封锁？我就不信，剩下最后一天，这块硬骨头我啃不动。啊，啃什么呀？哎呀，王政委，我早知道你非来不可。我也早知道，一打仗你就成刺猬了。来，首长，来，坐。王政委，政委。喝点白水吧，这可找不到你们浙江人爱喝的龙井啊。怎么样，
有把握吗？师首长来坐镇，100%。不要把我拉扯上嘛，你就当我是来参观的。真的100%？当然。我当兵这么多年，硬仗碰过多少次，从来没有像无名高地这么难啃。战士们打得顽强啊，剩下最后一天，我能顶得住。上级知道你们打得很好，可是老张，一切要从最坏的情况准备啊。在你们无名高地的正面，敌人又调来一个集结化师。啊，来，情况失言。敌人比你们多5倍，今天会更猛烈地向无名高地进攻。不管有多大压力，一定要坚持到今天17点钟，大部队一到达，就会像万把钢刀把敌人剁成肉泥。怎么样？师首长放心，我们团绝不能给咱们志愿军光荣牌子上抹灰。对，一定要把敌人狠狠地咬住。好啊，师里再抽2个炮兵连支援你们。是，你们一定要掌握好团的预备队，始终保持一个拳头，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绝不要撒出去。是，来，咱们研究一下。是。报告团长，人都集合齐了。好。回来了，回来了，上好了。好。哎，王成，你回来的正是节骨眼啊。哎，赶得早啊，不如赶得巧。王成。首长，小鬼，伤好了吗？你看，他敢不正好。首长，这次让我上去吧。我在这儿不能做主，你去问张团长吧。张团长，不考虑你的问题。团长，团长，王成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哈，你偷着跑回来的吧？哪能呢，医生让出院的嘛。哼，我知道你准是跟这医院里软缠硬磨，人家磨不过你。回去休息。哎，人家大夫都说我可以参加战斗吗？不管大夫怎么说。那人家费这么大的劲儿，算白回来了。哈哈，露馅了吧？团长，回去。他这股劲儿倒蛮像你啊。是块好钢啊，放在哪儿都锤不扁扭不弯的。团长，那我呢？哦，你也想上去？好了吗？你看呗。好，答应了。集合，集合。来来，大家围过来坐下。同志们，我代表师党委向你们全团同志表示慰问。不让上去。王成，你倒给我出个主意啊。你是首长的警卫员，警卫员就不能上前线？首长连着万人的心呢，眼下正是较劲儿的时候，你离开首长对吗？那你呢？
可我不上去干什么？我常和大家讲，革命战士活着就要像条龙，不能像条虫。我们要发扬顽强的战斗精神，不让敌人前进一步。你们这个团从来就是脚杆子上绑大锣，走到哪儿想到哪儿。这一回要敲得更响，你们说对不对呀？对。大家休息待命。好，团长，你说我这个事儿，我准知道你还要来磨，你磨吧。哪能呢？伤养好了再说嘛。哎，团长，你老给我们说，革命战士要当硬骨头，拖不垮，打不烂。轻生不下火线，可你，哈哈，你还找到根据了呢啊！你还跟我们说过，你最不喜欢孬包、脓包、草包、软蛋。你瞧瞧，这抓住把柄了吧？王政委，你也常给我们讲，为了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，不怕上刀山下火海，活着就要像条龙，不能像条虫啊！把我也给牵连上了啊！首长，答应我吧，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。团长，你看，我爸爸已经60多岁了，都不退休，还来信鼓励我呢。可我呢？团长，请您接电话。好。团长，你还不答应啊？你能支持得了？行。你呀，经理，你是哪儿人？上海。你父亲过去是不是修理汽车的工人？是啊，首长，你怎么知道？你的小名是不是叫阿牛？对呀。你家现在都有什么人？我爸爸，哎，变老喽。首长认识我爸爸？一晃快20年了。你家还有什么人？妈妈、弟弟和妹妹。你妹妹，阿芳？对呀，你是？她现在在哪儿？哎呀！你是汪东叔叔啊，我爸爸可把你好找啊。王政委，无名高地情况紧急，需要马上增援。好，马上出发。给你。王政，给你。军长说，大部队已经到达了指定位置。好啊！851851，我是延安，我是延安，851。最后一个钟头，
天塌下来都把他顶住。只要无名高地我们能顶住，胜利就抓到手了。你再抽些人上去。是，团长。无名高地联系断了。继续呼叫。是，八五幺，我是延安，我是延安。八五幺，延安，延安，糟糕！延安，我打！排长，四号阵地没动静了，排长，我去看看去。好，追敌炮火。是，小心呐！排长，敌人上了六号阵地了。赵国山，哟，你带几个人在这儿坚守。是，二班过来。好，打！报告情况。我是王成，无名高地还在我们手里。四号阵地就剩我一个人了。啊？增援的人怎么还不上去？敌人炮火封锁得很凶，上不去。组织炮火支援，一定要增援上去。是，王成，我们马上增援你。王成同志，我是王文清，你们坚持了整整一个白天。你和你的战友们为祖国、为朝鲜人民做出了很大贡献，现在每坚持一分钟都会给全线反击增加一分胜利。报告首长，我是共产党员，保证坚持到底。好同志，我以全师的名义感谢你和你的战友们。师首长放心，有我们就有阵地。六号阵地，传告排长，师首长告诉大家。Thank you.
城呼叫，王城呼叫，向四号目标开炮。四号目标实际同志，谢谢你们。嗯，你们想上，我叫你们上，让你们尝尝这个。我再给你来一个，美国鬼子，你上来，我让你尝尝这个。想一切办法支援无名高地。是。命令各炮群和友邻部队积极用火力支援无名高地，命令增援部队不顾一切迅速赶到。是。王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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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王成。牺牲了。喂喂，二营吗？喂，注意无名高地啊，有什么情况马上报告。防炮动机突有多厚？快打，快打，要打这里，再近一点，50公尺。再近一点，40公尺，40公尺。35公尺。什么？部队马上就到，you
真打。啊啊！我们已经突破了敌人的防线。好啊，老金，志愿军也截断了敌人的退路。好，我是杨澜，我是杨澜，告诉你们个好消息啊，人民军是突破了敌人的防线。对，好，你们要把王成的英雄事迹赶快报告上级。是。吴军长，欢迎欢迎，走到里边去。好，你好。哎，老孟，走。哎，这就是新来的王主任呐。是啊，正好。你给军党委的报告我看过了，你提的很对啊。像王成这样的同志，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。是啊，我建议军党委研究一下，抓住这个典型事迹，在部队里深入地进行宣传教育。对，很好，王主任。今天下午的祝捷大会，我们宣传科拟定了计划，请王主任你。你们呢，真能够抓紧时间呢，总得让人喘口气儿嘛。啊，不要紧。走，咱们到屋里去研究。哎，好，走吧，走吧。朝鲜长鼓舞，芳芳。别慌，就是点心跳，一定能跳好。感觉重点还不太突出。嗯，当前我们主要的是根据军党委决定的精神，大力宣扬胜利，宣传王成同志那种突出的典型，培养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，要在我们部队里涌现出千千万万个王成。对，你们修改好了再给我看看。好吧，好，咱们看节目去吧。走吧。Thank you.
有人找你。芳芳，贞子姐姐，真好，贞子，芳芳，真好，你们辛苦了，好，真好，芳芳，太好了，真好，跳的真好，那得谢谢老师你呀。哎，姑娘，姑娘，阿爸去。啊，姑娘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不好。哎。啊，多斯密达，多斯密达。这是我们在打扫战场，在王成同志牺牲的阵地上找到的遗物，张团长让我马上给首长送来。通知老人家了吗？还没有。回去告诉你们团首长，王成同志不仅是你们团的光荣，也是我们全军的光荣。你们现在要在战斗的间隙里很好的总结经验，宣扬英雄事迹，要以王成同志的精神加强战备，苦练杀敌本领。是。首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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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们跳得很好，多学一点，将来带回祖国去。是是。好，休息休息去吧。走吧。小王，快走啊。首长，你好。你跳得不错，小鬼。不好。咱们见过面呢。对了，抬汽车的时候。你叫什么名字？王芳。你父亲叫？王富彪。你家住在这儿？上海浦东区。一直住在浦东区吗？我小的时候家在闸北住，日本鬼子进攻把房子烧光了，就搬了。哦，小时候的事你还都记得？听我爸爸说的。哦，你爸爸身体好吗？好，可结实呢。哎，我爸爸刚寄来一张照片，在我哥哥那儿。等我见了我哥哥，要来给首长看看。他现在，首长，你认识我爸爸？啊。哦。不。我随便问问，你休息去吧。嗯，好吧。小刘，有，你去告诉陈协理员，叫王芳抽时间到我那里去一下。是。是王芳吗？小鬼，进来进来。首长，我来了。来，吃饭了吗？吃了。坐吧。嗯。吃糖。吃苹果。哪来这么多？人民军总部送的，我给你留的。吃吧。首长，我来吧。别，你坐吧。
坐呀，坐下吧，吃吧。你参军以后到过前线吗？没有，我一直在后方。那你说说，你是不是很坚强啊？这怎么说呢？哼，真是个孩子。你读过几年书啊？初中三年。你哥哥呢？哥哥从小做工。我爸爸在外国人工厂里做了几十年工，家里苦得很。你能读到中学，很不容易啊。是啊，爸爸妈妈和哥哥为了我上学，省吃俭用，可受了不少苦呢。哦，你是工人家里长大的，你可要做一个工人的好女儿啊。首长，我是这样想的。好，你也要向你哥哥好好学习。对，我哥哥可好呢，从小我就喜欢他，他的性子啊跟我爸爸一样，可倔强了。有一次工厂工头看他小欺负他，他一头就把工头撞倒了。从那以后啊，工头再也不敢欺负他了。你哥哥是个好同志，他很坚强啊。首长，你认识我哥哥？他是我们全军学习的榜样。我知道你非常爱你的哥哥，可是我不能不告诉你。什么？不能吧。芳芳，不要难过，你哥哥很光荣，他的牺牲比泰山还重。军党委已经做了决定，要把你哥哥的英雄事迹在全军进行宣传，进行教育，要让每一个同志都学习他那种革命英雄主义精神。你最了解你哥哥，你应该把他写出来，唱出来，让全军都知道，让全国人民都知道。王芳同志，我一定向你哥哥学习，你写。好。Thank you.
进！前进！下回来！前进！下放下！稍息！你不是赵国瑞吗？是啊，你是王成同志的战友，你们一块坚守过无名高地。你说说，王成那种英雄气概是怎么来的？那还用说呀，党和毛主席教育的呗。嗯。还有呢？恨美国鬼子呗。甭你说，那还有错啊？对。那我们练兵的时候，怎么向王成学习呢？集合！前面就是屠杀朝鲜人民的美国鬼子，我们应该怎么办？向王成同志学习，坚决消灭他！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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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首长，我写的歌词你……哦，我看过了，你下午来找我吧。是。前半部分写的还不错，后半部分，首长，我觉得后半部分比前半部分写的还好，是不是？小刘，哟，你看过，听听你的意见。我说不好，干脆说吧。看到后边，光觉得挺难过，鼓不起劲儿来。我觉得确实写出我的真实感情。反正我觉得软不拉塌的。我是一直流着泪把它写完的。光靠眼泪，能写出你哥哥来吗？你写他，唱他，为了什么呢？是为了让大家跟你一起流眼泪吗？首长，给我吧。嗯。明天再给首长看。好。多听听别人的意见，改出来再给我看看。嗯。赶快练好，到各个部队去演出。你哥哥那个团过些天也要开训工会。好。王成是毛泽东的战士，是顶天立地的英雄，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。他的豪迈气概从哪里来？
因为他对朝鲜人民无限的爱，对侵略者切齿的恨，在中国人民志愿军里有千千万万个王成，这就是我们伟大祖国的骄傲和光荣。英雄王条出战壕，一道电光的长空裂长空，地陷进去独身挡，天塌下来只受惊，两脚熊熊淌烈火，浑身闪闪黑彩虹。为什么站起黑龙江，弟兄的鲜血难和汤，为什么在一块难汤，弟兄的生命难解难。好啊，谁编的？他们编的。一声呼叫炮声隆，翻江倒海天地崩，天地崩，双手紧握炮火筒，怒目喷急了，不好。哎，实事求是嘛，好就是好，不好我也不会说好。叫什么名字？王芳。哦，这个名字好啊。王芳，你是？张团长，她是王成的妹妹。这是王成的妹妹。欢迎欢迎，同志们，这就是我们英雄的妹妹。王芳同志，我们一定向你哥哥学习。王芳同志，我们一定为你哥哥报仇。对，一定要。王芳同志，我们一定为你哥哥报仇。对，一定为你哥哥报仇。好好向你哥哥学习。王芳同志，欢迎你们到前沿阵地来演出。对，欢迎你，欢迎你。我们一定去。王主已经去世，他们今天晚上就下去。哎呀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王芳同志，请您告诉你爸爸妈妈，让他老人家保重身体呀。谢谢，替我们大家向老人家问好。好。王主任，他爸爸你不是认识？老张，这些节目拿到前沿连队去还可以吧？哎，太好了，王芳不是你二十年前。老张，
走，咱们溜达溜达去。哎，好。好风景啊，你们建设的不错。嘿，在这过日子嘛。王主任，坐。同学，哟，把我保存的好龙井砌回来。是。老首长，你叫我猜谜呀？你看汪芳像谁？像谁？不对，也不像。伤脑筋，猜不着。像谁呀？你看，哎，这很像王芳啊，这是她妈妈。哦。王芳是你的女儿啊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？小鬼，我来吧。说起来，快20年了。那时候，我和我的爱人在上海做地下工作。王芳刚满周岁那年，她妈妈就被捕了。不久就被敌人杀害了。那就你一个人带着孩子？是啊，很苦啊。后来我搬到了闸北，王成一家就住在我的后楼。他们给人家做工，生活也很贫苦。他爸爸王福彪和我非亲非故，可是非常热情。看我遭到不幸，就自动出来帮忙。不久，我也被捕了。王福彪夫妇就把我女儿收养起来。多亏了这位老工人。是啊，敌人把我从上海往苏州押解的时候，王福彪还抱了王芳到监狱来看我。从那以后，我再也没有看见过王福彪。你没有找他？抗日战争一爆发，党把我从监狱里营救出来，我就参加了地方游击队，不断托人打听过。在闸北住的房子被炸光了，一点音信也没有。后来
我也就死心了。真没想到，在朝鲜战场遇见了我的女儿，太妙了！这简直可以写一部好小说嘛！好啊，你来写吧。我，嘿，这行我可不通啊。叫王芳写吗？他还不知道。啊，老张，你可不能告诉他。怎么，你没有认他？嘿嘿，说真话，我很想认。可是人家从贫苦中把他养大成人，我就是要认他，也得等有机会见到了王副标再说呀。等胜利以后再说吧。少长，经理，我们到前沿阵地去。哼，你们瞧瞧，这像个兵吗？这样能通过敌人封锁区吗？啊！经理，团长，哎，团长，到两边尝一尝，和站那儿，几乎没成这样。团长，你看我不像战斗兵吧？像，太像。主任，这回怎么样？哎，这还可以。这不行啊，下雨还不淋坏，这是你的武器啊。要长期下去，好好向战士们学习，好好宣传王成，歌唱英雄，处处要以王成同志为榜样，严格要求自己，锻炼自己，到了前沿要听指挥。嗯，好，再见吧，军令，出发。再见，再见，再见。日记写完了，听到前沿战士为王芳同志请功的消息，我很高兴。我也要像王成同志那样，在党需要我的地方，在为世界革命的事业中贡献出我的一切。好啊，小刘，写得不错，很有进步。这儿错了一个字。对，对。为王芳同志请功，请功。怎么样？比我缝的强多了。早点睡去吧。是。明天还要欢送伤病员回国呢。嗯。洗脚了吗？洗了。老王，哎，开了一天会，到你这儿来换一换脑子。好啊。军长，你还得输啊。小鬼，睡你的吧。当头炮，老一套。跳马。出去。哎。
哎呦，归国代表团组织好了吗？正在挑选人。刚才我跟政委研究过，让王芳也参加归国代表团，怎么样？他还应该在下面多锻炼锻炼，也可以吧？当然可以嘛。英雄的妹妹，本人表现也很好，回到祖国呀，是一个很好的宣传员嘛。他还在前沿坑道里呢，政治部派人把他接回来。首长，我去接，路我熟啊。嘿嘿，这个小鬼，只要一听说上前线，你看他这股劲儿，后边都腻了，想下连当战士，是不是？那可不。不对，还得听从组织分配啊。这个小鬼啊，首长，让我去接吧。我没意见，老王你决定。哎，你的马什么时候踩着我的车啊？打得怎么样了？敌人全给打进去。好啊，这，王芳同志，我自己走。我行啊。卫生员，哎，来，坐这儿，你快躺下吧。王芳同志，谢谢你。谢谢你。你累了？不累。快去休息一下吧。对，去吧。你累了，你快休息去吧，我来照顾他。哎，嘿，这一仗打得可真痛快。他呀，甭想上来，一直上来多少，咱们就消灭他多少，一个人跑不了，没问题。当然。王芳，王芳，走吧，到炊事班去。走啊。好。怎么，你累了？你累了？不累。走。情况怎么样？对面敌人总向我们打冷枪，想封锁坑道口，没什么了不起的，消灭他。好，走，快点，快走。你们到哪儿去？我们到炊事班慰问去。哎，不行啊，从这儿出去太危险。哎呀，那怎么办呢？不要紧，工作不能耽误，我们掩护你们。机枪。谢谢同志，你叫李？我叫李永禄。我叫赵金贵。同志，你们辛苦了。辛苦了，兄弟们。你们看节目，我们帮着你们做饭。哎呀，你们喝水。哎，同志，你们坐下吧。走吧，现在开始了。好，开始吧。第一个节目，歌唱炊事员，演唱者王芳。欢迎。起咱们俩来了，老李、老赵同志，你们辛苦了。哎，不辛苦，不辛苦，哪有你们辛苦啊？是啊。老李老赵，老李老赵。
王芳，疼得厉害吗？老杜，你稍微开慢一点吧。好，注意点，前面就是敌人飞机封锁区。真的，抬。你。抬。快追进来了！快追进来了！
定好好养伤。王主任。哎，小李。你好，王主任。哎，回到祖国好好养伤。谢谢首长。你们小心一点。是。首长，不要着急，安心养伤。首长，伤好了能让我们回来吗？愿意当北欧鬼子还能不让回来？谁不让回来你找我。同志们，待会儿我到车站去送你们。主任。哎，小刘，你怎么在这儿？王芳受伤了。啊，他在哪儿？在二号病房。腰部受了内伤，很严重。他很有毅力，一直没喊叫过。有危险吗？脊椎要动手术，今天就把他送回祖国去。首长，不要难过。首长，我这算是怎么回事呢？王芳，你表现得很好嘛。不，我没有完成任务。你不顾自己生命危险，救护别人，很勇敢嘛。那比我哥哥还差得远呢，是不是？你哥哥很英勇，可是你救自己的同志，这种精神也像你哥哥？我这算什么？也算不上惊天动地的事儿。哦，那你爸爸呢？他做了一辈子工，受了半辈子苦，还有金正泰老大爷，他们都没有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事，可是他们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，贡献出自己的一切，难道你不认为他们都是英雄吗？嗯，我怎么比得上爸爸跟金大爷呢？可你在学习他们的精神，这也很好啊。首长，现在我该怎么办呢？要有信心，回祖国去，把伤养好。嗯，我伤好了，马上回来。对，我们等着欢迎你。哦，你伤好了以后，先到上海回家看看，替我问候你爸爸妈妈。前几天我爸爸来信还说，有机会他也想来朝鲜看看。欢迎啊，他那么大年纪要来可不容易啊。首长，现在就上火车？对。这一仗只能打好，不能打坏。毛主席和祖国人民派来的慰问团就要到了。军党委决定，一定要把欢迎慰问团的活动作为鼓舞士气的巨大精神力量。我们要在学习王成运动的基础上，
再借慰问团这股东风，把开展革命英雄主义的运动更向前推进一步。咱们政治部的干部要马上下去，要把这个精神贯彻到每一个战士身上。好吧，大家回去准备吧。是是。老张，你先到这儿。好，我们去研究一下根据情况往下做。好吧，再见。喂，啊，我就是啊，啊，给祖国慰问团准备的房子要快点收拾好啊。报告。进来。人家要是休息跑，我可拿你试问啊。嗯。警卫都布置好了吗？要特别注意防空，绝对保证慰问团的安全。对。好。哎，老张。坐。老首长。怎么一下讲究起来了？你们部队的情绪怎么样？嗷嗷叫啊！战士们听说祖国亲人要来，都说这一仗一定要把敌人打趴下，叫敌人老老实实坐在他们桌上签字。调你来是？我知道，怎么单把我调来欢迎慰问团呢？王成的爸爸也来了。哦，王富彪来了，这是大喜事儿，可得要好好的欢迎一下。该让老人家住的讲究点啊。哎，大热的天怎么烧起火炕来了？这屋子潮啊。20年以前，他叫外国老板把腰打伤过，着了凉，容易犯病。王富彪来了，可得到我们团里去啊。军党委研究过，准备在这次战役开始以前，安排王富彪到你们团里去一下。那好极了，这对我们团的鼓舞可太大了。慰问团什么时候到？明天早晨。哎呀，这一下你们老朋友不就见面了吗？是啊，简直没有想到。哎，王主任，那王芳的伤好了吗？好些了。能赶回来吗？很难说，已经给他去信了。我们团该派几个同志去照顾一下他老人家。我已经派小刘去专门照顾他了。哎，对了，小刘很想下连队，我也想让他到下面去锻炼锻炼。好啊，到我们团里去吧，准是个好样的。老马，你看这事儿。老大爷，哎，您贵姓？哎，我姓胡。哎呀，错了。你找谁呀？王富彪。王富彪啊？哎，刚才还在这儿了。把扳子给我。哎，同志们，下车吧。试试看。好，踩一下。哎，好了，行了，这下好了。哎呀，谢谢你啊，老同志。啊，自家人们谢什么？您贵姓啊？王富彪同志，上车了。来了，可找到您了，老大爷，您就是王富彪同志啊。走，上车去吧。好好。
你好，这位是我们的特等劳动模范。欢迎欢迎欢迎。同志们，这是王成同志的爸爸。欢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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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大爷，他就是救王芳的金大爷。哎呀，老兄弟，我该怎么样感谢你呀？哎，老兄弟，你养了个好儿子，好女儿啊！王富彪同志。我叫张振华，我代表我们全团向你老人家致敬。谢谢，谢谢。我们全团都盼望你老人家到我们那儿去看一看。我是要去的，要去的。老人家，歇一歇去吧。好。您请到这边来。老人家坐。您就在这儿休息。好好。呵，你们想的可真周到啊！来，请进，请进。好，好，这是王主任。哦，欢迎您，请坐。大家请坐吧。啊，请。好，坐。好，好，好，坐吧。坐好，把衣服给我。来，抽烟，自己来吧。自己来，放心。大家不要客气啊。坐下。老人家，我们盼你呀、啊，我们也盼望你们呐。你不认识我了？仔细看看，哈哈，我是王东啊！啊？王东兄弟，我可找到你了！富彪同志，一晃十多年了，没有想到在朝鲜前线见到你了。是啊，是啊。你还这么结实啊？嗯，还能干个几十年呢。来，坐。哈，赵掌柜，他们有十八年没见的老朋友了。哎，你知道吗？阿芳就在你们军里啊。知道知道，他不在，还没有回来。知道，我也坐吧。阿芳是个好孩子。是啊，富彪同志，你在贫苦中把他带大。你们一家人可为他吃了不少苦啊。哎，那是应该的，应该的嘛。哎，阿芳他都知道了吗？我什么也没告诉他。嗯，为什么？王富彪同志，年十五年了，太不容易了。王主任，谢谢你啊。谢谢谢谢谢谢。最近我们要打一次大仗，你们先在这儿休息几天，军里让我陪你们到朝鲜人民军和张团长那个团里去看一看。哎，太好了。好，好，去。我是要去的。Yeah!
我们王成台的全体战士向祖国亲人，向英勇的朝鲜人民，向首长，向我们英雄的父亲宣誓，为了朝鲜，为了祖国，我们义勇顽强地战到底，为了朝鲜，我们永远学习王成同志的精神，我们永远发扬王成同志的光荣，热爱祖国，热爱朝鲜人民，英勇作战，努力杀敌，打败美国侵略者，我们英雄的旗帜永远飘扬。谢谢你们，祖国的人民，谢谢你们，祖国的人民盼望你们打胜仗啊！朝鲜人民对我们的关怀，学习王成同志的革命精神和英雄的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，坚决消灭美国侵略者，坚决消灭敌人，消灭美国侵略者，把这面英雄的旗帜插到敌人的阵地上。出发吧，出发。在这儿和坑道里先休息休息，等战斗打响了，请你们到山头观察所去看看热闹。哈哈的，大家先休息一下吧。好。爸爸。爸爸。阿芳。都好了。嗯，爸爸，你身体好吗？嗯，好。妈妈和弟弟都好吗？都好。喏，给你看看这个。弟弟跟哥哥一样神气。他还是先进生产者呢。给我吧。好。爸爸，我负伤没有写信告诉你，生我的气了吧？嗯，应该告诉我呀。哎，阿芳啊，你来干什么？你还记得吧，我从前跟你说过，
十八年前叫敌人抓去的王东。王东叔叔，记得呀。哎，他不是你叔叔啊，他是你的爸爸。等一下。报告首长，我上好部队了。全好了吗，小鬼？全好了。阿芳，你认识他吗？他是我王主任，那怎么不认识？哎，他就是王东，是你的生身父亲呐。阿芳，是真的。我不是常说吗，我要打听王东，就是要老张啊，王副标在难中给他带大，王主任就是他的亲父亲。是哦，是这么回事了，明白了吧？啊，爸爸，喜事儿啊，阿芳，你有我这个老工人的爸爸，还有一个老革命的爸爸。对呀，你可要像你哥哥那样，做一个工人阶级的好女儿，做一个革命的接班人。对。战斗打响了。